大家好，我是吴可希，我今天不想要来挑战年纪大考验。不行，我要换。不行啊，我操！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的。土耳其。这是什么题目？Come on, come on, merhaba, merhaba, benim adam Eslem, seni adın ne? Alamak istiyorum. 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很尴尬的讲了一些土耳其话，然后他想哭，然后这么多人在看他，他还是哭不出来。对 ，OK OK。为什么之后抽到一些？怎么样？翻了白眼。撞见安娜贝尔的。这题目到底是谁想的？比特犬。哎，现在比特犬应该是你的拿手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比特犬就在我在卓文秘密的时候，就是里面有学狗叫，就是学的就是比特犬这样子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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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强哦！太难了啦，这些题目。精神分裂哦。精神分裂的比特犬，这也太难了吧！黑道大哥，可以黑道大哥吗？下，过来，怎么了吗，大哥？啊，什么事，大哥？大哥叫你啊，大哥。昨天晚上你去哪？啊，我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跨下，跨下。啊，大哥你不要这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坐云霄飞车的这太难了吧。他坐云霄飞车就被绑住。累了吧。然后做完之后要继续吗？没力。谢谢。